级汽车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哎，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吼吼！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。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！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。
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。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，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火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。大力神轿车，阿力；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；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。危险危险，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公子摔呀摔，别怕，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，准备好，一二三，我全接到，救命，来了。大翅膀扇呀扇，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。铲子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是我是我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哇，你
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，我赢了。嘿嘿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，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
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葫芦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，跳跳车库车，妮娜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大嘴巴贪吃车来了，礼物礼物全被它吞下，肚子肚子变得圆圆大，超级汽车快快想办法。一二三个礼物拿回来，蹦蹦跳的车站踩呀踩，踩呀踩把礼物拿回来，对呀，狂欢狂欢一回大车子，跳跳跳的一天大日子，咬紧公交车子用力往，咬紧公交车站用力踩，它实在太坚硬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天黑了。哦，我有办法了！爸爸礼物送给贪吃车，张开嘴巴，快把它吞下。就是现在！肚子肚子突然咕咕咕，砰砰砰砰，美丽的烟花。哇，好漂亮呀！这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礼物都混在一起了，我们分不清。嘿嘿，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带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，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，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妮娜。班班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
分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班班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班班，你呢？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梦想狂欢季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哪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
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艾丽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一定是阿丽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她。原来是这样，阿丽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大力士吊车，阿力；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哇，小心！骷髅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是你的幻觉，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，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浪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，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飞呀飞呀，嘟嘟嘟梦想梦想，嘟嘟嘟张开翅膀，嘟嘟嘟飞上云朵，飞呀飞呀我来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，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太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双臂，哐哐哐救援救援，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咩咩咩，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，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，第99次实验开始。司机成功了，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。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呀，好可怕，快跑。怎么打不开了？救救我！这些植物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！贝拉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大伟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！花朵花朵大又大，样子真可怕。哇！张开嘴巴，咔嚓！
真不容易呀、啊！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！恭喜你们任务成功！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哦。好可怕！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！哈哈哈哈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超级去破坏他们的友情！友情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！哼，看我的！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！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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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
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甜甜圈了，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！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！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，嘿嘿嘿。
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！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不进车，一礼物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拿大水炮砰砰砰。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笑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闯祸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
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科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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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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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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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炮砰砰砰，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别害怕，我们来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。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。大树，大树，大树，不断倒下。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需要救援。张开翅膀，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好，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，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哇，好酷啊。遇到火灾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。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嗯。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
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老嘟嘟、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来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卖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又没有冰，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寒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他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，春飞救援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踢去两圈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步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砰砰砰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啊枪冻住了，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，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